姓罗的，你真够卑鄙的！卑鄙？别的东西你比不上我，这一点我比不上你。姓罗的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，雪儿不会放过你。还真够男人的，知道你为什么敢碰我的女人。你以为你了解我？ 你以为我会对你不屑一顾？你以为太爱干净的我会懒得动手打你？不，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证明了我告诉你，玩我的人要付出代价。我什么也没看见，你们接着玩啊！小强。 起来！走！干嘛？站住！别跑！快点，快追！放开！
老总，这个他是你带来的吧？不是，不是，那我们就自由处置了。你敢？请随便。走，坐下。老实。臭丫头，胃口不小啊，一口气喝掉我50000。不是你们让我喝的吗？我现在后悔了。小强，哎，带走。哎，带哪儿去？你知道的。走。你们干嘛呀？走走走，放开！起来。干嘛呀？老总，您怎么个意思？哎，喂，干嘛呀？大哥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走，还有的玩。喂，放！如果你想和那帮人走的话，请随便。他们才不会拿我怎么样呢，他们只是吓吓我。那你回去。那你放手啊。知道他们把你抓过去干什么用吗？你们根本就是一伙的嘛，我怎么知道干什么呀？他们把你抓去会分类。分类？分什么类吗？第一类是好看的，会有特别的用处，这一点你就不必知道了，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。谁稀罕的。第二类就是不好看的，会卖去当佣人。第三类就是你这一类。我这一类什么嘛？还算长得可以的吧？可以，相当可以，拿去喂猪有什么不可以？你